说直播间的家人们有没有平时牙齿松动啊，牙龈出血、啊、对，皮厚的好吃，对，皮厚的就是好，皮厚的要香一点啊，皮厚的会香香。核桃绝对是这种皮硬的香，薄皮的不可能香。这种核桃有点甜味。啊，生气了，没也没有也没有，有没有杨杜鹃麦？谢谢，刘厂长哥哥，有杨杜鹃麦哈，有杨杜鹃麦的，有杨杜鹃麦的，反正一般山货我在这边能找到的都有哈，好像都有啊，我如果要的多的话，到时候我还可以去农户家帮你们收。这个是我咬过一半，我咬得动，你咬不动，然后你还给我吃。小糖真的好漂亮，颜值杠杠，谢谢谢谢。看看哪个好，不要这样子嘛，怎么了嘛，过两天我就出镜嘛，你过来嘛，等我明天、等我过两天去剪个头发。头发我去理一下。我哥姐们，我为了你们可是豁出去了哈，我一个不会撒娇的，我哎呀一下他也不听，对不对？来哥姐姐们，哎呀呀，对呀。你看直播间都有哥姐知道，我说哎呀呀都找不住了，对不对？大家都受不了了，我自己都受不了了，为了你们我又豁出去了，对不对？我都什么撒娇什么温柔都拿出来了，都还你会温柔、哦、你们不要笑嘛，是不是？我好不容易啊，当然会温柔，看一下十三在一起，来沙核桃哈，59是不是一斤？不是两斤，59，三斤，不是三斤，59，四斤，不是四斤，59，五斤，五斤哈，这是晒干了的哈，不要太累了，59，五斤，五斤是晒干的哈，晒干的，用一个那个纸箱装哈，能装一大箱子了哈，能装一大箱子了哈，五斤，五斤很多了哈，拿回去能吃很久的。你平时当着小零食吃，看电视呀、追剧呀、玩手机呀、闲得有点无聊呀，我们就吃核桃。吃核桃。嗯，凡哥是本身他自身就爱吃核桃。什么核桃？我可以说都吃。很好卖，它不是很好卖了哈，它不是很好卖了。它我这个是可以直接说。核桃是熟的吗？是啊，是熟的。是干的哈，干核桃，谢谢关注，大家给我点一下关注哈，能点一个算一个，谢谢哈，拍了一单，谢谢谢谢，支持你一下。不想吃皮什么？如果啊，你拍回去是你在市面上买到的那种什么十几块钱一斤的那种核桃的话啊，你直接退给我哈。核桃有生的吗？这两天还没有生的哈。这两天还没有生的，生的核桃不好吃，核桃我最生的树上都还没有结果哈，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的哈，生的大概在8、9月份的时候有哈，我是今年买了很多核桃，还没吃完，明年一定过年买。好的，没事，谢谢，拍了一单，好，要给好的，我就直接这么跟他说，我不敢保证东西，我不会去保证，但是这个核桃你拿回去，我敢给你们做保证，你们是熟的哈，你们买回去然后吹牛皮明明分手了，分什么手分，我买了20斤的八方来财，哇，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拿回去怎么吃哈，我们拿回去你拿回去，你我们就当小零食来吃，我们看电视无聊可以剥开它吃，然后我们追剧玩手机无聊，我们可以拿出来吃，然后吃核桃啊，是对于咱们这个跟平时跟我一样这里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够用的，没有可以吃哈，什么人要吃核桃哈，就是这里不够用的要吃核桃。这里不够用的，对，跟他一样这里不够用的，就跟凡哥一样这里不够用可以吃啊，孕妇可以吃吗？孕妇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哈，都可以吃，尤其是孕妇，尤其是孕妇一定要去吃，吃了你生下来的宝宝这里特别特别好，特别聪明。还有第一点，等一下说到孕妇这里我想说一个事情，干嘛？血液，孕妇必须吃血液，真的。买了一份，孕妇的话什么时候能发货？古老的，明天去给大家发哈，明天去给大家发，明天发。哇，好多人
凡哥会让那个他们公司里面人去帮忙去发，然后我平时如果我要去发那个发腊肉或怎么样的话，我要去街上，街上那个凡哥有一个朋友那可以做那个质检，因为腊肉不管说是腊肉还是农产品，你发的单量少的话，可以直接快递可以收，你发的单量多了。快递他不敢收，要去做那个就是检，要去检测，要合格了才敢发，知道吧？你们有好几个账号？没有啊，就一个啊。你们有好几个账号？是有我自己一个，我自己有一个号，这个号是凡哥的，但是也是我的。这个是我给阿乐创建的，就是给阿乐的，不是我的。我拍了送个好钳子，好，可以的，谢谢林姐姐，谢谢。谢谢琼姐拍了啊，拍了你们拿回去，你们还，我可以这么说，你们可以在你们当地市面上或者说是那个叫什么卖很多超市是吧？嗯。去那个超市去买那种十多块钱一斤的拿回去跟我的这个核桃去相比较一下哪个香。如果你们买的那个比这个香，你把直接把这个退回来啊，我这全额给你们退款，给我也创建一个吧。买了，谢谢凡哥，都是你的。有夹子吗？有啊。不是，凡哥不是我的哈。我就是你的啊，我就是你的，我的就是你的，那是我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是不是？嗯。那我的呢？还是你的啊？还是你的。我的还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对呀、啊、哥姐们，真的有这么好的吗？靓女已拍，谢谢哥姐姐们的支持，谢谢你们拍下了一单核桃，谢谢。好，反正就是两天之内发货的，就48小时之内都会给大家发，48小时之内发不出去的，我们也不会给大家带的哈。来，喝一口。哥姐们，凡哥又给我喝半瓶水，你习惯了吧？哎，还不够。阿尔真幸福，谢谢、嗯、最主要是凡哥人很好，你们看凡哥次次给我喝半瓶水，每天给我喝半瓶水。凡哥上车，我凡哥不能上车，凡哥是我的不是，搞错了哈。凡哥的实际上的就是阿尔的还是阿尔的。送核桃夹子吗？我可以给你们送一个，没事儿，可以给你们送一个哈。拍了核桃的，我可以给你，可以给一人送一个核桃夹子。十三的专利水。他已经习惯了，现在一直给我喝半瓶。没有，我怕你讲太累了。对了，有没有？反正我是不需要核桃夹子的。其实我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今天特意准备的，就想给你直播间家人们一个东西。什么？今天下午我本来在群里面讲的嘛，然后一直没机会。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群里面，就是说直播间家人们有没有人想象，就是说阿尔这样子用牙齿直接咬核桃的？